各位同学，大家好！非常欢迎收看电子商务第三个讲次的播出。在这个讲次里面呢，我们会越来越深入啦。我们这个讲次要为各位介绍的是电子商务的一些应用。虽然听起来蛮简单，可是呢，这些应用呢，非常非常的呃嗯嗯、呃，整个的架构都不一样，而且会非常非常的有趣。我们待会会详尽的为各位介绍。首先来看看今天的单元目标是什么。我们这今天的单元目标呢？ 将介绍电子商务的应用，延伸我们第一章曾经提到过的，也就是第一个讲次呢，我们曾经为各位介绍电子商务的类型，包含了 B to C、B to B、C to C，而介绍这些类型的概念跟模式之外呢，呃，并且透过实例的啊、呃、实物的案例的介绍呢，让读者也就是各位那个同学能建立电子商务应用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架构。 大概也是一样，分成四个不同的内容架构喽。第一个 B to C 电子商务，第二个 B to B 电子商务，第三个 C to C 电子商务。最后的结论哈。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点 B to C 电子商务啦。B to C 电子商务的概论里面呢，我们要为各位介绍它的一些的定义，还有电子商务的商业模式有什么样的商业模式。首先，我们就来看看它的定义啦。其实，呃，B to C 电子商务的定义。 非常简单，就从字面上就已经把它呃定义出来了，也就是 business to consumer 消费者企业跟消费者之间企业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也就是说企业提供一些产品或服务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那么这个听起来蛮简单的、啊，它跟传统的商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我们用一张表来简单的为各位介绍一下。 B to C 电子商务跟传统上电子商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哈？我们可以从呃不同的面向。首先，这个表我们是由四个 P 行销，大家都听过四 P 嘛，对不对哈？这四个 P 包含了什么呢？产品、通路、促销跟价格这四个行销的组合。那么我们来看看产品方面，在传统 B to C 的电子商务呢，啊啊啊，也就是传统的。 呃，B to C 商务里面，实体商务里面，产品呢可以直接完成产品的交易。因为你去卖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诶、欸，这是传统卖场的一个特色。也就是说，你去呃呃卖场，不是东也是一个 business，然后你是消费者，对不对哈？所以你去卖场，你可以在现场就完成交易的动作。相对的，大家仔细想想看，诶、欸。 在快速的网络购物，他强调可能叫好了四个小时把你寄送到家，你也是下单的时候要等四个钟头，所以没办法当场交易。除非有些人说我去面交啊，很多的面交是用网拍的时候，你要做捷运等等。但是传统的 B to C 的一些的传统商务，这是它最大的特质，也就是它可以在现场完成交易。但是呢，受到了销售的空间的限制。 还有呢，时间的限制，所以你的产品品相不能那么多。你的营业时间如果要二十四小时的话，成本又太高，所以呃，基本上来讲的话，你必须受到这些时空的限制啊，或者是呃，可能会需要一些比较高的花费。那 B to C 电子商务方面呢，就没有这些限制啦，没有实体呃的的销售空间的限制，可以直接对消费者销售各式各样的产品，但销售是要解决产品物流。 跟金流的问题，对啦，刚刚所提到的主要是没办法现场交易，那是物流，还有另外一个钱怎么收？刚刚提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传统商务，很简单，呃，大家都看到我钱给你，你东西给我。可是在网络上面呢、啊，我东西好了，我请物流业者帮忙，还简单，对不对？哈，输入送到，钱怎么收？那你是呃呃货到付款交给他呢，还是希望？ 在网络上面直接就透过一些呃付款机制直接付了，当然是希望透过网络上付。你如果再请那个呃货运业者代收，其实会有更多的成本跟麻烦。所以这个时候这些的考量点要怎么思考？电子商务有它的优势，当然也有它的限制了哈。它可以突破时空限制，但是问题没办法面对面。货品的物流、金钱的金流都必须要谨慎的思考该怎么样的服务。第二个通路方面，我们来看看。 在传统的 B to C 商务方面，通路中的那个区位是 B to C 电子商務非常重要的关键。什么意思呢？行销上面最重要的就是 location，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店要开在哪边，你的区位在哪边是最重要的一事情。这边地点决定了人潮，人潮决定了前潮。而在电子商务呢，面对的则是全球通路的竞争。 这个时候，如何快速的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上，是 B to C 电子商务业者最需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传统的 B to C 跟电子商务的 B to C 其实是呃关注不一样的呃两个地方。为什么呢？传统就是 location，location，到底电子在哪边啊？电子能不能吸引人潮，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在通路方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块。但是呢，在 B to C 电子商务方面呢，最重要的是。 哎，诶你如何快速的把货品送过去？这个物流过程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所以这是在通路方面。下面在促销方面，我们来看看好了哈、哦。促销其实也就是 promotion 这一块哈、哦，第三个 P。传统商务方面，促销活动比较没办法立即修改，哇，你必须要事先的安排推展等等这些。但在网络上面就不一样了，可以按照市场的需求变化改变呢，马上的改变促销的活动。 因为这些促销是透过网际网络来达成的，所以在网络上面，只要稍微做一些修改，啪，即时就修正了。你的促销活动马上就改变。传统大家想想看，在卖场上面，光是那个海报，你写错一个字，全国要把它收回来再改，那要花多少的时间？所以传统的。 促销其实是比较啊严谨，不能够修改。可是，在 B to C 电子商务方面，哇，那可以马上的来，根据需求的改变，马上就说，哎，降更多或者降少一点，改另外一种特价等等，这种各种促销的行为都可以及时来做修正。下面一个价格，在传统的 B to C 方面呢，需要负担实体通路的成本呐、啊，还需要那个那个呃，考量到各式各样啊、呃、其他的一些的。 价成本才能决定价格，可是呢，呃，只要决定 location 决定的大了好的话，比较不会落入价格战。为什么呢？你附近如果竞争对手没有那么多啊，location 很重要，你选对了那就太棒了。可是 B to C 电子商务刚刚讲到，你可以在全球开店，可是相对的，全球的竞争者都可以成为你的竞争对手，所以很多呃 B to C 电子商务到最后变成了价格战，那就。 不对了，那就没办法真正提供需有的价值，你就没办法获利，你就坚持不久。另外，我们从三个角度，呃，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四个四个象限，就是四个 C 的角度来看。第一个称之为顾客体验、顾客经验；第二个关系行销；第三个沟通；第四个社群哈。那么，呃，传统的商务里面，呃，因为可以跟顾客直接见面，在每一次过程都了解顾客的需求，所以顾客体验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呢，网络方面必须要思考用一些软体或者分析软体分析顾客的行为，来达到顾客体验的一些的结果的衡量。关系行销方面，因为面对面传统方式容易建立信任，但网络上面你怎么样建立信任？怎么样让他透过了品牌更了解你，而且容易呃那个因为价格而转换到别人那边去？你怎么样希望他能够忠诚的维持在你这边？ 这是必须要考量的一个重点，顾客关系的维持其实很巧妙、很微妙的，在 B to C 电子商务方面是很难做的一块。在沟通方面，基本上来讲的话，呃，过去其实反而沟通不是那么好。为什么？虽然面对面，但是必须要等到消费者前来店里才能跟他沟通，其余时间就比较困难。可是电子商务啦、啊，透过了网络的技术，不管是 Facebook 的粉丝页啊，透过 Email 都可以来建立沟通的管道。最后，社群。 过去那个那个通常是以家庭为 B to C 传统商务的社群模式，但现在越来越多的 B to C 电子商务业者会在网络上成立社群，好，希望能够建立网络使用者的注意跟消费的可能。好了，这是传统跟电子商务 B to C 的比较。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B to C 电子商务发展。诶，其实过去来讲，我们可以归纳出来有四个渐进的步骤，我们一一的来看。 第一个其实跟刚刚前面讲的很重要的就是吸引人潮，有了这么多人潮来，你那个之后呢？第二个就是要汇聚人潮，什么意思呢？让他来了再来再来，大家一直黏着在这边且每天来。第三个一定要发展出来交易，让他愿意在上面花钱，最后获得利润。因为很多网站因为低价竞争，虽然有交易，可是没赚钱。 那也不行，所以最后要获得钱潮，获得利润哈、哦。那么这四个过程，我想蛮简单的。我想跟大家再稍微提一下：第一个要人潮来，要人来，对不对哈？那你今天连知名度都没有，根本没有人来，你就没办法转换成呃真正最后赚钱的结果。所以要人潮，人潮来，但是不是一个噱头啊？做一个宣传活动，啪一堆人来之后，啪又散掉了。来了之后，第二步就汇汇汇聚在这边，让它持续不断的来，重复的来，而且每天都要来。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所以很多你可以看到，有些网站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个人化的服务，让你每天来。第三个开始真正进行交易，也就是说在上面卖东西或者卖服务、卖产品或服务，让你愿意掏钱出来、啊。而这时候一开始你采取低价策略的时候，赚的钱不多，可是最后一定要达到一个经济规模之后，或者想办法用区隔定价之后，来达到第四个阶段。 获得利润，真正赚到钱潮，所以呃这几个发展的步骤，好，就是 B to C 电子商务发展的步骤。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B to C 电子商务的模式有哪些。基本上我们可以把 B to C 电子商务呢，啊，包含三个部分：电子商務网站、它的配送跟金流。希望借此来提供使用者产品或服务的资讯，而且进行产品运送跟费用收取的过程。 里面呢，电子商务网站又可以依照企业提供的资讯方向分成，包含了哪些呢？第一个，portal site 入口网站；第二个，网络交易就是 transaction aggregator，把所有的呃交易汇集在一起；第三个，虚拟的社群 virtual communities；最后一个，网络广告的模式。我们嗯、呃，大概呃，从这几个方面呢，可以来做。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看入口网站。 刚刚提到，其实有那么多网，第一个入口网站又可以分成四种啊：整合服务的入口、呃，专业化服务的入口、个人化服务的入口、网路零售入口。这四个，来，我简单的来为各位介绍哈、哦。 第一个整合服务的入口，其实整合服务入口就是说，刚我们前面不是也提到，希望能够有人潮来吗？所以我把什么样的服务全部都集中在上面。你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的入口网站，现在知名不管雅虎、ah、啊，或者其他上面有什么，有 email，有理财，有买车，有保险，有 whatever 任何的，还有服务的包含呢，呃呃，个人化的新闻，个人化的气象，个人化的运动性消息，哇，什么东西都有。 所以，呃，你在上面什么东西都看得到，一堆人都会来，这是一开始。可是慢慢慢慢发现，每一家什么东西都有，每一个入口晚上长得都很像，怎么办？有人开始走专业化的，诶、欸，你我专业就是做理财网，诶、欸，我专业是新闻、体育赛事，诶、欸，一个一个专业化的纷纷成立。好，所以这些的专业化的入口之后，我所有这一个专业化领域的里面所有的服务功能都有。慢慢慢慢，第三个之后，哇，刚。 到了有这些专业的时候，每个人觉得说这些专业我還要去挑选，有没有专门为我？我可能就喜欢运动，或者喜欢金融，喜欢呃呃电影，诶，这样子的一个诶、哎，开始有所谓的个人化的服务的入口的出现。可是呢，慢慢慢慢，大家导向最后都希望透过了一个网络零售的入口，能够真正在这些的人潮当中来赚到钱。这是入口网站过去的发展。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网络交易。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 网络交易的过程里面呢，呃呃，是指企业直接透过网络进行销售。在过去呢，企业会直接将传统商务行为复制到网络，但网络交易要注意注意到一些事项，才能提高成功的机会。不是说直接把实体的东西复制过来就 OK 的。其实网络应该要注意的事项还非常非常多，我们的一一来看哈。第一个叫做经营能力，什么意思呢？ 我们必须要考虑网网站购物呢，其实经营需要有经营能力的咯像是网页设计的能力啊，啊、呃，产品、金流、物流的管道啊，你能不能跟合作业者谈好客源寻求啊等等，呃，如果没有这些的能力，其实是很很小心啊、哦，不要贸然开店。第二个，商店的定位，其实购物网站越来越多，避免陷入价格战。 在经营的时候要注意你自己的定位是什么。譬如说，有人定位说：“哎，我是女性。” 为主的专业购物网站哦，专门为女性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化妆品啊或者女性的喜欢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哎、欸，你就是一个商店的定位很清楚。第三个要注意的是，要简化流程。其实这个时候消费者在线上购物的时候呢，往往靠的是冲动性购买。如果过于复杂，哇，这个冲动的这个已过去了，哇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要用嗯、呃，更简便的流程。 啊，像亚马逊啊，它的会员制度的、啊，它 one click 一点就已经买好了，等等这些，好简化流程。下面一个品牌认知，要创立网络交易，要建立品牌的知名度，避免走向低价或者没有利润的品牌认知，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四个要呃特别注意的事项，我们接下来呃很快的为各位介绍，那就是虚实整合、充足的资金、顾客导向。 还有避免诈骗，我想虚实整合，很多人有看到一些例子哈，有很多原本在网络开店卖得不的不错的，他又开个实体店面，然后把它扩成到扩充他的服务到实体店面，也有了很多实体店面卖的不错的呢，诶，他又开了网站来做，所以虚实整合是一个还不错的一种做法。第二个，充足的资金，刚刚前面提到，其实必须要花很多钱的，你必须要口袋够深，而且你必须要能够提供足够的服务跟规模。 啊，所以这个时候充足的资金是非常重要。第三个，顾客导向。好，那这每一个顾客他的需求是什么？其实透过网站，现在其实很容易的了解到顾客的行为，来提供他要的，或者预测到他会是什么样的顾客，要什么样的产品或服务。 最后避免诈骗，其实网络最怕碰到诈骗，有的时候碰到诈骗之后冒用你的网站，或者呃那个那呃窃取你的这些资料，其实这些非法或诈骗都是不好，要特别小心。当然呢，网络安全也特别重要，也因此我们未来会有一个讲师特别介绍有关于网络安全方面哈。接下来我们介绍 B to B，B to B 电子商务的概念就比较简单啦。刚刚讲 B to C，因为消费者非常多，非常的复杂。 B to B 电子商务概念呢，其实就企业跟企业之间原本就有交易，对不对？企业一定有上下游，或者是呃呃呃呃一些供货啊，或者是呃那个那个互相合作。那么在这之间呢，原本就有商务的过程，我透过网际网络来达成。这个时候它的概念是什么呢？我们会有两个主轴来探讨。第一个要探讨 B to B 电子商务的定义跟发展。 第二个要探讨 B to B 电子商务的交易模式哈、哦。那首先我们来看看 B to B 电子商务它的一个定义跟它的发展。首先，B to B 电子商务就是企业跟企业啊、哦，它的上下游，也就是 business to business 之间，透过网络来进行商务的行为。一般来说，企业应该做好对内的电子化，再推出对外企业之间整合跟商务模式。B to B 电子商务的发展的演进，我们可以归纳出四个阶段。我们来看一下这四个阶段。 B to B 最早期的时候就在最左下方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称之为电子资料交换。诶，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很早第一讲次的时候就有提到过电子资料交换。也就是说，今天呃呃有很多卖家跟一个买家，就是一个买方，他的上呃，我跟很多上游来购购买零配件的时候，这个时候我透过一个封闭的网络。 把订购单啊相关的资讯来传递，透过电子资料交换的标准，也就是在图形左下方，大家可以看到，早在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六年来那时候就开始推展的这样子电子资料交换啊、哦。那么进入第二个阶段，大概从九七、九八年开始的时候，基本的电子商务出现了，也就是一个大型的啊、哦、一个呃卖家跟一堆买家之间透过了目录行路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在左下方这两个，一个是好多的 supplier 跟一个买家买者，另外一个进入到一个大型的买者，啊，大型的一个 supplier 跟很多的小型的买家，这些都是一对多或或者多对一。可是进行到两千年左右的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模式，叫做电子交易市集，这个就是称之为多对多 （many to many） 的交易方式，很多的买家，很多卖家在公开交易市集上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采购。 到最上方的时候，开始出现所谓的协同商务，也就是说，不只是交易了，在交易的前中后所有需要的服务，包含了法律咨询，包含了金流，包含了物流，包含了所有相关的资料都呃服务都提供的这些协同商务。好了，这就进行到那个两千年之后了，所以这些都是电子商务的 B to B 电子商务的发展。 这是第一个发展过程。可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可以有什么样的分类呢？大概有几种不同的分类。我们可以根根据整个的交易的呃商品的种类，把 B to B 电子商务分成垂直跟水平两种。垂直跟水平是相对于交易市集中的商品是否能够满足跨产业的企业而定。听起来有点绕口，不过我想我们待会儿呃用一张图来详细为各位介绍介绍就好了哈。 如果交易四级商品只做在同一个产业当中的上中下游之间，就属于垂直；如果呢是跨产业，就称之为水平。听起来开始有一些呃了解了，我们用图一看就懂。我们先看下一张图，什么叫水平，什么叫垂直？哈，其实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现在看到有四个产业。 钢铁产业、石化产业、航太产业、电机产业，对不对哈？好，如果你做的是这个产业的上下游之间的话，哇、哦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称之为垂直，所以也有人称之为是一个一个 verticals，哎、欸，一个垂直产业，一个垂直产业。今天你做的 B to B 是上下游之间垂直产业的，是称之为 vertical 垂直 B to B。如果你是跨产业之间水平的，也就像第一个 M R O 是什么呢？是 maintenance, repairment 等等这些 operation。 维修企业需要的耗材、办公用品这些，诶、欸、是不是每个产业都需要？我可以横跨各个产业需求，这就是水平交易时机。举例来说，管理软体你也可以卖到每个产业，价值的服务企业的价值或员工福利，有人专门帮你做外包的，对不对？哈、哦，这种跨产业都需要的这种称之为水平的 B to B。好了，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大概就可以针对。 各式各样的 B to B 电子商务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在未来后续我们讲到一些应用和技术的发展的时候，会有一些新的针对，不管是美国的 Comes One a r i b a b a 或者是中国大陆这边的阿里巴巴，会有更详细的介绍。我们今天这边是做一个简单的概述。来，第三个我们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C to C 电子商务的一些概念，当然里面我们一样要介绍两个主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它的定义。 第二个是 C to C 电子商务的模式哈、哦、，C to C 定义也是一样，从字面上就很清楚了，是 consumer to consumer，消费者对消费者之间的买方卖方都是消费者。那么最常见就是拍卖网站啦，但是慢慢慢慢开始有一些越来越多的网络的应用者应用了什么呢？部落格、Facebook 来销售自己的知识、经验或能力，甚至产生交换的模式，我们待会儿会介绍哈、哦。 来，我们来看看它的定义还有些什么东西呢？其实基本上能够透过一个特定的平台或者软体或者模式跟应用呢，把大量的个人消费者聚集起来，经由彼此之间的联系溢价分享来产生交易交换的商务，就称之为 C to C。C to C 电子商务的这样子的一个定义，相信大家可以蛮了解的。最常见的是拍卖，可是拍卖之后彼此之间。 还有很多知识的交换，甚至还有一些延伸出来的发展，非常好玩的哈。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看大概有哪些模式。第一个称之为交易模式，第二个称之为虚拟社群。首先我们来看看交易模式又可以把它分成哪两种呢？在交易模式里面又有网络拍卖跟以物易物这两种。网络拍卖很简单，大家相信呃呃每个人都听过。 或者甚至自己也当过网络拍卖的卖家或者网络买家，那么在网络上面把可能原本的二手货品，你们用不到的，你就网络把它拍卖掉，或者有人想要说，哎，我不一定要买新的，我上网去找看有没有，哎，这种东西，呃，别人用过，他没有需求，我就可以把它呃买过来的，这种是网络拍卖。另外一种。 拍卖延伸之后，会发现，哎、欸，这种东西或者这种产品，很多人喜欢，于是开始有人干脆我不一定要卖二手货品了，我去进新的货品，而且用呃比较成本比较低的呃一些的这种产品，然后新品也用拍卖来卖，拍卖不一定是卖二手，也可以卖新品。但是另外一种的延伸，第二种以物易物就不一样了。其实这种东西是在二零零八年金融风暴之后，很多人发现。 诶，原来大部分消费者都过度消费。过度消费的模式就是你家里有一堆用不着的货品，你不一定需要说，诶，我把它卖掉换钱。我可不可以在网络上以物易物的方式？举例来说，呃呃，国外有很多这种以物易物的网站。你家里可能用不着的电钻，你可以上去跟人家换换一部蓝光影片啊、哦，原版的蓝光影片拿回家，你喜欢看这个影片，或者是说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来做以物易物，这都是可能的哈、哦。那么虚拟社群呢，还有另外的一些啊、呃、的一些的过程。其实刚刚我们前面是交易的模式嘛。第二个，我们来看看虚拟社群。虚拟社群呢，其实主要基本上来讲的话，互动基础可以根据一些包含了兴趣啊、人际关系、幻想跟交易来建构所谓的虚拟社群。来，我们来看看这些虚拟社群之间。 大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的不同点？首先，我们刚提到兴趣方面，举例来说，在台湾知名的 mobile 零一是对山西有兴趣成立一个社团。人际关系，举例来说，很多人知道 PTT，对不对？哈，上面基本上有分分享生活的点滴啊、交流啊等等这些空间，都是建立人际关系，或者是 Facebook 啊也可以建立人际关系。幻想游戏平台啊，提供游戏玩家不是真实的啊，虚拟的东西交易。 提供使用者线上交换情报啊，和讨论购买经验，延伸出很多交易行为啊，包含了宝物的交易啊、交换等等，这些都是虚拟社群。好了，最后我们来看到虚拟社群的建立可以分成几种，这些不同的建立虚拟社群的方式，包含了什么呢？包括了透透过了布洛格、透过了论坛或者社群网站来进行分享。所以基本上来说。 这些不同的虚拟社群建立起来会有不同的一个过程。不过，随着这些呃虚拟社群的发展，自从呃二零那个嗯呃,呃大概是五年前六五六年前左右开始，有一个新的东西出现，叫做社群网络。也有人把它称之为社群网站。过去的虚拟社群大部分都是匿名的，也就是你在你在举例来说，很多人在 Mobile 零一上面，你是用一个假的名称。 或者你上 P T T 的时候，你是用个代码，你不一定要输入真实的姓名，你只要有一个呃呃呃有用的信箱就可以了。可是呢，呃，新的 Facebook 呃这种所谓的实名制的架构出现了，也就是你在上面必须要用你真正的姓名，你真正的你的 background，在上面开始就会出现另外一种新的社群。 过去匿名性的社群，很多人在上面可以因为匿名，所以就没有了社会地位的差异，没有了职位的差异，甚至还性别的差异都没有，因为你就有一个代号，代号可以是中性的。而新的这种实名制制的社群出来之后，你在网络上面就代表你自己，你就是你，所以你是一个个人的延伸。过去的社群，早期的社群。 并不是个人的延伸，可是透过了像 Facebook 这种真正的社群网络、社群网站出现之后，这些个人的延伸在上面跟朋友之间的关系，新的社群观念出现了。其实呢，因为你个人的代表和你自己实体的结合，这样的社群造成了现在。 每个人常常大家说我在划手机，对不对？哈，在划手机看的，其实大部分一半以上都是在使用社群软体，不一定是 Facebook，也有人用 Line，用其他的方式跟你实际知道的朋友之间的联系，而这也改变了非常多人的生活。根据国外的研究。 每个人，呃，呃，有百分之八十社群使用者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上网看看社群上面有什么新的资讯，有人没有人帮你按赞，或有没有人给你一些回应。其实生活脱不了了社群之后，会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第一个，这是一个新的平台，新的 channel。 事实上，因为使用了这些，很多人连看电视的时间都减少了，是做其他娱乐的时间也减少。每天在社群上面花的时间，同样旁边就开始出现可以值得做广告的地方。很多网络广告或者是一些新的广告模式，就看到了这个契机。诶，那是眼光的那个那个聚焦点，所以新的广告模式也出现，新的行销方法也出现。我们在后续的章节中。 都会详细的为各位介绍这些东西是怎么来，而且这些东西不可能出现不相干的一些的广告。根据你的浏览行为，根据你的你你你你你的 Po 文等等这些，大概知道你是什么样的顾客，你会喜欢什么样的广告或者什么样的产品或服务而、呃、出现在你周遭。好了，这些都是社群发展之后可能产生出来的一些新的行销。 更新的一些的服务或产品。最后，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在本章当中呢，我们介绍了一些应用，包含 B to B、C、B to B 跟 C to C，介绍了相关的一些概念跟模式。我想这些大家都了解了。希望大家对于这些的了解之后，能够对电子商务有更深一层的兴趣，而且能够了解电子商务其实事实上真正应该怎么样进行跟怎么样操作才是最有利的。 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边，我们下次再会喽。